人气团体少女时代新歌造型抢先曝光，个个以浓妆示人，令人惊艳。瞧瞧原本清纯的 Sunny 擦上了大红口红，一头蓬松的卷发展现成熟韵味。可爱的队长泰妍也变成红唇族，另外长腿秀英和谈恋爱的润娥都浓妆展现女人味。有网友大赞成熟美，不过有人不领情，认为风尘味太重。而被视为少女时代劲敌的嘻哈团体 2NE1 团员朴春时常被嫌太过人工美，没想到老妖敏智最近也一次跑去整修鼻子，瞧瞧原本的肉鼻变得坚挺，外传他在舆论压力之下坦诚的确有动刀。少女时代和 2NE1 两大天团拼面子，准备在24号同时间公布新歌，没想到少女时代的经纪公司却临时喊卡，表示 MV 的档案毁损，无法如期发行。网友都直呼太扯，认为这么重要的档案怎么会没有备份？怀疑是少女时代胆怯，临阵脱逃。